今次的迅速的立法和迅速呢開始去執行這個的港區國安法呢，可以處理到黑暴問題，不要被這些外國勢力煽動的人士繼續在香港破壞香港的經濟，破壞香港市民的生活。從整個立法，它是體現出國家對香港的信任，這個立法呢也都是正正是貫徹落實我們香港一國兩制、港人治港、高度自治的，也都是用法治去實踐法治，是保障所有市民的合法權益的。我相信會為香港帶來一個更好、更有希望、更完美的城市。香港一定會在一個平穩、安定、繁榮的環境下繼續茁壯成長，繼續繁榮穩定，香港人個個都生活安康。